当然了，第一个啦，这个 colon 这个一定没问题，colon 一定要问哪一栏嘛，row 哪一列？那利用这两个哈，可以变出很多花样。OK，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可以变出我们要的那个数式表格，一到三十或二到三十三，利用它。但如果你不用它的话，有没有办法用其他函数变出我们要的结果呢？应该也还是有啦，只是说。我大概习惯用这一个，好，你们看想想有没有其他的？我讲过，我做出来是参考答案，不是标准答案。你如果有更好的方法，那你可以试试看，没问题哈。啊，第二个呢，你一定要熟悉 index，抓哪个范围的哪一列哪一栏，OK。然后最后是 meet 应该没问题哈。啊，再来的话呢，哈，还有利用那个 indirect，刚刚讲到过了啊。啊，另外的话呢。请各位哈试试看另外一个变化题。刚刚是什么呢？刚刚是这个一变成四，对不对？也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把它们分开来，一分成四，对不对？那这边 i 栏这边哈，我又多一个栏位，叫合并回单栏。你又把四合并为一，可不可以？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又把这个把它变成纵向了。一二三四变成一二三四，哎，这个地方的话啊，怎么做？OK 哈，想想看吧，啊，也是一样，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你想出来，就变相对的哈，你不要花时间就比较少。但如果说你想不出来，那怎么办？你就是土法炼钢，哦，土法炼钢很麻烦，你们顶多什么这个复制的哈。还可以复制啊！如果你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用什么转式嘛？选择性贴上这边一个转式。但问题是你，哎，不对，要只有值，贴上只有值。哎，不对，它没啊。那边你要把这些啊，如果你要转式贴的话，你还必须什么？先把这些 Ctrl C 有没有？然后呢，再把它选择性贴回去，贴回去只有值。啊，只有值之后呢，再把它转式。好像也不是好方法啊，反正你自己想想看啊，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千万别用这种贴的方法。我只是说，如果你实在想不到的话，那你可能是只能贴回十之后再转制，还是很慢。为什么？你转制变成你要转一次、转两次、转三次，哦，那如果说你的人数非常多，像鸿海那种公司的话，哇，员工几万个，你这转到什么哦时候，对不对？所以哈，怎么做哦？想想看，OK 哈。啊，其实我在云端下面有参考答案，不过你也许可以先不要偷看，你也许可以什么用 index 插入函数有没有？那你也可以用 index 看看，index 它会问几个问，第一个你的范围在这里，哪一列？嗯，特别重要，列，哎，列的话呢，这个范围的第一列，哪一栏？这个范围的第一栏，对哈，哎，有没有抓到？有，那下一个呢？下一个就是第一列的第二栏，第一列的第三栏，第四栏。哎，所以特别注意哈，这个里面呢，它应该是什么呢？如果当它怎么样呢？当它往下一个的时候，有没有？它一定这个列部分呢，一定都是什么？一定都是一，有没有？那 colon 的话，一定是一二三四。如果你可以变出这个规则放到这个跟这个里面的话，那你的答案就出来了。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有没有？OK，好，想想看，如果啦哈，不过这个是延伸的练习题，给各位动动脑筋的。OK，如果你工作里面哈所有的这种情况啊，你都可以哈很快可以把它解出来的话，我想你以后遇到这种资料。的处理啊，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了。OK 啊，请各位想想看，我先不讲答案啊，自己先想想看。OK 哈，然后呢，一样的呢，你也可以怎么样？利用 indirect 也是可以做。indirect 的话，它假设我用 indirect 会比较简单一点呢。indirect 哎，那第一个一定是什么？D2，第二个变成 E2FG。哇，那会应该会更麻烦，为什么？D2 嘛，OK，那变成什么样？
它往下要变成 DEF 区 ，DEF 区，然后后面的这个的话呢，变成4个2、4个3、4个4，有没有？依次类推。哎，那其实也跟刚刚 index 有点差不多，只是说栏跟列的位置颠倒而已。还有一点麻烦的地方，你如何可以把这个栏啊向下一列啊变一，向下一列变 F， 向下一列变 G， 哇，那应该更麻烦，因为 indirect 好像在这边没有丝毫的便宜，反而更麻烦。那、啊、能不能做出来？可以，没有问题。答案的话哈，我有把它放云端上面 ，OK 哈。所以，啊、因为理论上工作遇到最多的啦，不外乎资料的分分合合。你会发现，几乎你做来做去就是分分合合，把这边的资料带到那边，那边的资料带到那边，然后最后再把它凑回来。大概我看好像问题都出在资料带来带去的问题，就是不要用复制贴上，你要能够自动帮你把需要的资料放在应该的地方上面。啊，如果你这些 OK 的话，我觉得以后应该你工作上会遇到资料存取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另外哦，还可以，还未来当然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工作表或跨工作表，未来可能还有什么跨工作部嘞，甚至还有跨资料库、跨很多很多档案等等的。你要把这些资料有没有能够通通都要放哪里？能够汇入也可以汇出，那你报表自然就很快就做完了。OK 哦，所以大概请各位也许想想看，如何回并为单栏？一、二、哦、三哦，现在不是叫你突发炼钢，突发炼钢的话太棒啊！再来的话 VBA， 好 ，VBA 我大概 demo 一下，按下它，自动 OK， 有没有？自动把这边带过来，清除。另外的话呢，合并为单栏，哎，自动合并为单栏。其实 VBA 能不能办到？ VBA 也办得到，而且有时候哦，反而写习惯 VBA 之后，前面那些东西可能都把它放掉了，干脆就写 VBA 算了。所以如果会写程式的人，慢慢哦就不太喜欢用函数。OK， 不过那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哦，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哦。你还是乖乖的把前面的东西好好学吧。OK， 好，所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BA 程式该怎么写。那当然哈，这边一样，我们第一个一定需要回圈嘛 ，for 回圈嘛。那这个 for 回圈一定什么样？一定就是要不就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然后帮我把这个一个一个倒到这边来，对不对哈？哎，那接下来还有倒的哪一个位置？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去思考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第一个哈，我干脆我们之前是本来从这边思考 ，for i 等于向啊抓，可是问题抓放哪里？那我还势必要思考这边，所以我干脆哈直接从这边开始思考。我总共的话呢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另外一个 for j 的话呢是第四栏。四五六五六七四到七栏，那我做什么呢？我把这个储存格在回圈里面，就是 sales 的 i 列的 j 栏 ，i 列的 j 栏，它会一个一个的帮我取的啊。我只要什么，把这边的资料一个一个的丢过来，其实呢哈就可以完成了。好，写法的话，我来跟各位大概讲一下，其实程式并不多，大概就这样。人事分栏，那写法哈、哦，我大概重点，哦、我想的方法哈、哦，跟各位讲一下。一，好、哦、，OK。首先的话一样嘛，插入一个模组，一个人事分栏，这个应该没问题啦。好、哦、，OK。接下来的话呢，我思考的方向就是，我是以我要放哪里？哎，放这边哦。所以呢，假设这个范围的资料啊，我要。放资料过来，那我就写什么 for， 我刚刚讲过 for i 要放资料的位置是第二列到、哦、所以空一格 for i 等于2到 9， enter 两下打个 next， 然后呢栏的话按一个 tab 键 for 空一格 for j 等于第四栏到第七栏，哎 enter 两下一样打个 next， 那里面按一个 tab 之后的话打一个 sales
哪一列的哪一栏。哎，这个意思是说我 sales ij 就是指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储存格，那它一定是从这个开始12345678这样在跑的哦，因为它先 for i 嘛， i 是第二列嘛，所以栏是4到7，所以先怎么样，先跑完第二列4567，那 next 之后回来变第三列也是4567， OK 哈。那后面的话等于什么呢？如果你现在等于空的话，它就会怎么样跑，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啦， F8 明白，先清掉了，清掉这一个有没有，再清掉这一个有没有发现。那另外如果你不太确定，你可以游标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它也会告诉你有没有，它现在 I 的值是多少，那它会一个一个去跑。可是我现在不是要清除啦，你可以先写清除，它这个范围已经帮我清掉了。那我要做什么呢？我要把那个资料丢啊，那我的资料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其实我可以想一个规则，诶，如果我今天第一个我从这边好了，也许我用什么思考，我刚才这边用 range 好了，刮胡，其实或者你用 sales 也可以的，那我先用 range 一样，这个有点像那个刚刚 integrate B 一样，是一定是 B 栏 and 后面的话呢是哪一列 and 啊，比如说我今天啊，假如说我今天输入 B2 好了，那如果现在这样输出的话执行，它一定会只都抓 B2 嘛，所以应该什么，第一次是 B2， 第二次应该变 B3， 再来就 B4 B5 一直往后，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数字啊它需要变动。那如果需要变动的话，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一个方法啊，如果你记得用 K 的话，其实用 K 来解决就很简单了。K 的第一次值是2，那之后的话会怎么样呢？加1嘛， K 等于 K 加1，有没有？然后你就把什么呢？把这个改成什么呢？空一格 and 空一格 K 就可以了，就把 K 怎么样放在这里啊，一样遇到 and， 它如果2的话会把它改成文字2，然后跟 B 串在一起。哎，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那我就可以怎么样把资料带过来。哎，不过如果你不习惯用 range 写，其实用 sales 也可以啊。sales， 如果你用我们哪一列，你用 DK 列，哪一栏那一样 B 栏。其实写这样，哎，这个打错了，打成 B。其实写这样也 OK 啦。好，所以刚刚那个写法跟这个写法其实两个应该都可以。哦，好，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哦。如果我现在呢加了一个 K 等于2、哦、OK， 从第二，意思说从第二列开始帮我抓、哦、那 B2 B、啊、再来下一个 BK3 以此类推、哦、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是一样啊，先把这边先清空算了。那我们一个来看好了，这边一样是把它 F8 往下 OK， 然后抓低，哎，入职时间有了，第二个，哎，浏阳河有了，再来就是工号，哎，工号也有了。所以呢如果这样跑，啪，全部过来了。但是呢一样的问题，我需要把什么，把它前面的这些资料去掉的话，那其实啊就必须从这边动一点手脚。其实也可以用 MID 啦。那 MID 的话你可以 MID， 前刮胡。这个东西一样跟那个刚刚 Excel 的做法差不多， mid 那资料给他、哦、第一个，所以他第一个要资料，逗点从哪一个字开始，从哪个从这个储存格，有没有？所以你可以写成 len 哪个储存格呢，哎 sales 啊，特别注意哈，固定在第一列的话，因为以后一定是第一列，不会变动，所以你就输入一就可以了。第一列，逗点哪一栏？那哪一栏你不能说哦，我固定在第一栏。你看他以后就只抓第一栏，不对对啊，所以应该什么？应该要把哪一栏改成追？为什么？因为追会不断在变动，所以呢，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第一，请你把它改成 tree。那它第一次就是，等于是什么？第一列的第四栏啊，其实就第一栏哈、第五栏、第六栏、第七栏啊，再来一样第一列，所以其实就跟刚刚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啦，就是所依的那个观念是一模一样。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或括弧，它的总长度加两个字，逗点什么99，或括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写法有没有跟我们刚刚在 index 里面基本上是一样的概念，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啦。OK， 应该可以看懂吧？可能会比较有问题，应该是在这里，有没有 ？OK， 这个地方可能自己再想想看。最后的话，我就把它执行，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OK， 所以如果你假如不想要用 index， 不想要用 indirect， 其实用这个方法倒也是 OK。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哈，第一个一我们是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表格画出来，二到九，这个是四到七，你就 for i for j i 指的是列。J 指的是栏，那这个范围就 sales ij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后面这一串。但是因为呢，我的来源会不断改变，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改成 k 预设值等于2。那之后的话 ，k 等于 k 加一，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OK， 应该可以理解吧？而且反而如果你这个慢慢习惯之后我想感觉写这样好像比较简单。OK， 我不知道你慢慢可以体会一下，可能初期也许有同学看到程式还是会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啦。不过等到你这个写，不过我想这些东西好像都似曾相似，没有什么太多新的，可能最容易出错应该这个地方而已啦。其他应该倒也还好。 OK，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完成的那个程式码云端上也有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